大家傍晚吉祥，一個月冇見啦喎，係咩？都唔係好耐啫。人世間嘅時間就好似好長，天上嘅時間一剎那啊，係咪啊？你哋呢排個心點啊？個心不定，真係好啦。仲有呢？仲有呢？上上落落。上上落落都好。仲有呢？美國好亂，關唔關你事啊？咁你我而家問唔關，我唔係問美國喎，美國唔關我事啊，你個心關我事啊。你個心點？我問你，你個心點？我唔係問美國點喎。當然啦。美國對你嚟講好重要嘅，因為你住喺呢度啊嘛，係嘛？唔好意思啊，搞個咪先。高得滯，我就覺得佢遮住我；矮得滯，我自己又好似冇聲。聽得到嘛 ？OK， 好嗱，一個講就好亂，一個講就有上有落，一個講就美國好亂。咁咧就係咁多啫，即三個人就可以代表曬全場咩？你無事無心啊？咁點解你今晚識嚟嘅？哦，咁即係有心啦，咁即係有心啦，係都有心。你冇心，你點會嚟咧？係冇心，你又唔會講呢句説話咯。好，仲有咧？你唔知啊？平靜啊？哦，我問你啊，係啊，係我問你。唔係，我唔係我問你啊！而家係你要答咗我先啊，梗係啦！我仲唔乘機問咗你哋先咩？成日都係我講嘢。我問你啊，呢排啦，我冇見你哋一個月啦，你哋個心點樣？咁你又話無亂無心，頭先而家又話亂，咁即係好快就此起彼落啦。我唔係啊，咁我哋做咗佛七咧，就我話心係亂啲啦。我做咗佛七個，反而個心亂啊，咁啊要追究一下啦。睇下追究邊個先？追究阿彌陀佛啊，亦或追究啲師傅啊，亦或追究你自己啊，亦或追究啲咩啦？嚇，追究自己啊，咁都好，勇於承擔。嗯，好，仲有咧，冇人敢講啊，因為冇啊，你哋唔知自己啊，唔知啊，所以咧嗱，我哋學佛實在一樣嘢好重要嘅啫，我哋要善知其心。然後先咪點樣可以善用其心？呢、这個就係心法啊！呢、这個就係學佛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是、善知其心。然後點啊？善用其心，再嚟點啊？善降服其心，再點啊？善轉化其心，再點啊？善超越其心。咁我哋先至會真真正正得到真正嘅自由同快樂。所以佛法咧，唔係話你拜幾多堂參，唔係話你打幾多佛七，唔係話你去參加幾多個禅修，唔係話你念幾多個佛號，而係你有冇用心，用心去做呢啲功課，而喺呢啲功課入邊可以開始了解自己、明白自己，乃至到降服自己，訓練自己降服自己，去到將自己轉化。再去到超越自己，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学佛的途径。所以佛法不要你不要看住啊，心经260个字，大吉祥经点啊，十几句十几段文字，42章经42小段。如果你只是以文字去看的话，你觉得那些好像很小儿科的事。但是如果你是真真正正用你在这些文字里面学到的东西，而将它用在你自己日常的生活中改变什么？最重要的改变什么？自己什么？自己的心啊。最重要就是改变了自己的心，因为你的心如果不改变的话，你的行为是改变不到。因为为什么？个心是谁？个心是贼人，是主人，又是贼又是主。当他是贼的时
你就变成他的主人。当你能够知道这个心而不被这个心控制的时候，你就是他的主人。但是当你被他控制了的时候，他就是贼，你就变了他的奴隶，变了他，变了个奸犯，个心的奸犯。所以这个法啊，佛法啊，始终啊，我自己觉得啊，始终有一天呢，他不会挤个佛字落去的。可能我日子我哋见唔到嘅，会挤个咩字落去？心系心法，你听唔听得明我讲咩啊？实在真系应该系心法嚟嘅。如果你话净系佛法嘅话，我成日都讲咧，就话哦，我信佛啦，咁呢啲法先啱我用嘛，系咪啊？记唔记得我上次讲过啊？会碌嘅，嗱呢个就系佢个法啦。就是会移动的。记不记得我上次可能不是上次了，可能前几次讲过了，就说如果一个人，如果一个出家人，或者一个在家居士，或者甚至无一个神父，一个牧师，或者一个道士，或者一个穆斯林 的我们叫做穆斯林，他们叫什么呢？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他们自己的了悟的之间，是了悟到宇宙的真理的话，我们佛教徒就觉得他在讲佛法，道教徒就觉得他在讲道教，基督教徒觉得他在讲基督教的真理，明白吗？为什么？因为实在就是讲宇宙存在的真理。所以 我前那段看过好几本书，不是佛教的书籍，是第二 Imam 啊，穆斯林 的宗教士叫 Imam，Imam。我前嗰几排睇过有好几本书，分别睇过有啲系医生的书，有啲系一啲冇宗教的人士写的书。咁後尾睇下睇下，我覺得咦，點解佢哋講嗰啲嘢咁似佛陀講嘅嘢咧？咁我就後尾我喺度諗緊啦，佛陀成日都話佢講個法係俾所有人聽嘅，所有人即係唔係話淨係俾信佢嘅佛教徒聽，而係話明白呢個宇宙存在真理嘅人，全部都係聽緊嗰個法。所以将来的话，我看到了，哦，当然了，因为这一班有修的，我可以说Imam又好，神父又好，牧师又好，道士都好，他们真的就是看到无常，他们都看到什么？无我那种大境界，大爱的境界。那你想想，是不是跟佛陀教的教法好像啊？咁你就话，喂，点解佢喺度讲佛法啊？唔系啊，佢唔系讲紧佛法啊，佢系讲紧佢自己睇证悟到嘅嘢啊，明吗？所以啦，如果你有问题咧，唔该你挤上嚟呢度嗬。所以啊，每一个宗教，如果一个人系将自己嗰个界线咧打开嘅话咧，冇咗个界线嘅话，佢会不知不觉或者有知有觉，或者他会终于有一天他会是看到这个宇宙的真理的。所以将来 我觉得个佛法应该是称为心法，称为心法个个都可以修了，即等于现在怎样呢？现在外面的禅修那样，禅坐那些 secular meditation， 即是在世俗间的坊间那些禅修啊，静观假抹啊，静观处理情绪啊，那些你看看那些全部是怎样啊？
在佛陀的教法入面讲关于静坐的地方出来的，但是为什么会在坊间用得那么兴盛呢？就是因为它可以发挥一个很高的效用，而呢有很多呢是可以怎么用科学去证实的。咁坊间啲人觉得咪用得上咯，好似减压啦，系咪？好似处理情绪病啦，或者处理一啲嗰啲叫做ADD 啊，即系嗰啲高嗰啲 hyperactive 嘅就仔嗰啲嘢啦。咁即系嗰啲情绪嗰啲，好而家开始用好多 meditation mindfulness 正念去帮助佢哋。咁啊，将来嘢话，咦？你话？咁你話、哎、你係攞你攞咗佛法嗰啲走嚟落去嗰度，佢又一定唔承認嘅喎，佢唔承認嘅喎，因為 meditation 啫嘛，我又冇講宗教，咁所以佛法根本就係超越咗個宗教嘅。如果你淨係將佛法係為係淨係喺嗰個佛教徒先至可以學習，或者可以相信，或者可以去經驗，或者可以去學去練習嘅話，咁點樣啊？咁我哋就貶低咗佛法啦。是吧、啊、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就问大家，你近来这个心点呢？就是你有没有在你日常生活中呢善用其心，善知其心，善改其心，善降服其心，善转化其心，善超越其心。这个实在就是整个真的我自己觉得呢学打坐和学佛法的 很重要的精髓。好，你们不答我就我自己答，我答你的问题了、啊、就有些问题呢就是香港来的，因为这班朋友仔都 有上网看的。啊、这些不是、啊、有几张是、啊、师父、啊、你好，感恩你经常为我们说法讲经得益良多，更敬佩师父的精神慈悲，多谢、我接受的，我接受的、啊啊、重要，我要接受之后呢，我要将这个 功劳和功德呢给回过去所有的祖师和、啊、最伟大的佛陀，因为是他教，是他的教导我才有今天的。他请问现今的世界纷乱，各地的恐惧应该是不是恐龙、啊、到处都有灾难，随处可以开枪杀人，真是死都不知原因，只被人杀死就知道、啊、国与国的不和，虚伪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如何去面对现在，如何把持不受影响。实在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来的。现在这个世界的纷乱实在看到呢，就是、在中国的佛法来讲，这个它叫末法。实在这个如果你说你在、中国佛法来讲它叫末法，但是如果你说在另外一个传统呢，在南传佛法来讲，这个呢是正法的第头一个五百年。正法的头一个五百年呢就是修慧的，修智慧的。修智慧即代表乜嘢？即系当年咧，二千五百年前佛陀一出世嘅时候咧，佛陀唔系出世，佛陀成佛嘅时候咧，佢一出嚟咧就讲点啊？修智慧嘅方法就系点？苦集灭道、四圣谛、十二因缘、八正道，呢啲全部系修智慧嘅方法。咁咧到后屘咧就会要转咗啦，转完修完智慧咧，就过咗五百年咧就修点啊？修戒。修定了、啊、修定了，定之后五百年就修戒了，戒五百年之后修福，福之后五百年只是修文字了。所以呢现在呢、啊、已经过了二千五百年了，现在这个第二个二千五百年、啊、即是以前的一些 高僧大德，南传的高僧大德讲，现在这个第二个二千五百年呢实在是进入怎样，进入是修智慧的时候。实在大家看到的，你看看现在为什么禅坐这么蓬勃呢？就是这样了，因为修智慧的时候。现在这个世界的纷乱，各地的这个恐惧呢，到处都有灾难。这些灾难呢，我们可以看是我们造成的，是一个业来的，我们造成的。
嗱，你睇下，我今日先至喺温哥華飛機喺温哥華機場等啊，咁啊見到嗱，我嚟食麵包食三文治，咁我就好厭倦啊！我食完咧紙我就還紙，膠我就還膠，膠樽我就還膠樽，我就一定會好美細咁抌落去嗰啲應該嘅垃圾桶嗰度。但我就睇到啲人就冇啦，有啲人咧就買一樽水。咁買樽水嘅時候，實在佢可以唔要膠袋嘅，係咪？佢好多人都唔理嘅。哦，佢入膠袋俾你，你咪攞咯。我睇住嗰個男仔揸住一樽水啫，一個大膠袋入住嗰樽水，肯定喺機場買個，因為嗰個係個機場先有嗰種膠袋嘅啫。佢攞完樽水出嚟，個膠袋就點啊？隨便抌咗落個垃圾桶度。嗱，如果我哋每一個人每一日，如果我哋肯能夠留意多少少，自己製造垃圾製造幾多幾多嘅話，呢、這個地球首先唔會俾我哋點樣啊 ？exploit 即係點啊？亂用啊，係咪啊？唔會俾我哋亂用先。你諗下，如果呢個地球冇俾我哋咁樣 exploit 嘅話，呢、這個係科學性得啲嚟講嘅。你諗下，嗰啲地水火風係咪比較平衡呢？地球都是地水火風的，地水火風比較平衡的時候，是不是災難會少一點？一定會的。為什麼我們現在上面今天34度，我們資料是34度，昨天都34度，我們上面好像變成加州一樣。你們加州會變成什麼呢？變成怎樣？好像非洲一樣，可能將來可能變成非洲一樣，要不就變成阿拉斯加一樣，那麼冷。咁即係究竟係會點咧？唔知嘅。咁就因為點解整個個宇宙嘅地水火風係變咗？點解地水火風變咗？因為就係因為個地可能變得犀利，個水我哋濫用水。你睇下我哋幾濫用水啊！我哋喺寶林就會點樣咧？我哋洗菜嘅水乾淨嘅，我哋揾個水桶裝起佢。我哋洗菜洗幾雲噶嘛？係咪？第一雲點樣啊？倒落去第一個倒落水桶，第二雲倒落水桶，第三雲倒落水桶，又點啊？拎出去淋花、淋田、淋樹。我哋市民，我哋有冇咁做先？佢哋成日都覺得我好煩嘅。我哋話又唔儲起啲水，又整污糟嗰盆水，又唔淋得花啦咁。點解我自己就好對呢樣嘢？我覺得我好有我哋自己好大嘅責任，因為我哋住喺呢個世界嗰度。Abe was lying there, resting. Didn't use energy, just lying there, breathing, trying to be alone. The fire department pushed it back into the sea to make it go away, but it came back. Abe was sick, dying, and eventually decided to shoot it. As soon as we were able to see what was inside, we were all shocked. It was small, looking like a garbage bag, just masses and masses of plastic bags twisted into each other and forming like one big lump of plastic. To be honest, I thought, holy this is a whale full of plastic. It was just one bag after the other. Handfuls of plastic. Over 30 pieces, and felt like it's endless, really. Complete shopping bags and wrappers and food bags, that's when it hit us. That we had a plastic whale. Here you have a bag. That's a shopping bag. A shopping bag. There is a long, very long sheet of plastic. Here you see some letters. Cheese and onion, 6-pack. Copyright 2015. And ironically, there's a recycling symbol. Yeah.
第二个就是可以讲了，如果从佛教角度去看的话，佛陀讲的话就是个业量。我们大家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空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我们会同点啊，会分享我们自己过往所有的因果啊，差不多因果的人会聚集在这里，会聚集在一大地方。差不多因果的会聚集在另外一大地方，可能那大地方会怎样，会有水灾，或者有地震，或者有山崩，好像 前日那样，四川就是山崩，是吗？整个山就倒了下来，盖住了一条村。为什么偏偏不是你和我在那里呢？为什么会是他们呢？这个就是因果问题了，这个就叫业了，这个叫共业了。咁你话啦，随处可以开枪杀人，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冇咁嘅业嘅话咧，你唔会碰到一个人无端白事开枪杀你嘅，唔会无端白事，只系我哋成日睇嘅就系睇到我哋而家表面睇到嗰种原因啫，我哋冇能力睇到点啊过往生嘅因缘、过往生嘅因果，所以我哋成日有好多时啊，我前嗰排有个徒弟同我讲，啊屋企咧吓，哥哥前几年又往生咗啦，爸爸前几年又往生咗啦，咁啊姐姐咧又个女又唔生性啦，个老公咧成日咧就系粗言恶语啦，佢话即系难为个九十岁个妈妈，仲要去维护个女，维护个大女，仲要维护盘生意，咁我就写咗一句说话，我话。你妈妈前生好强，你妈妈今生都好强，就是因为你妈妈这种强，不知去过往生对这些人伤害了多少，你明白吗？表面看呢好像就是说，哦，哥哥又死了，爸爸又走了，哥哥又忧郁症，姐夫又不好，表面上全部都是这些东西，但我们看深一层，一切都不会离开因果的，一切都不会离开因果的。啊，如果我们究竟人与人之间的虚伪，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如何去面对现在呢？那你想怎样面对呢？你都是因为要怎样学习去接受，而不要被别人的态度去影响你咯。这个就是心法了。如果你因为人家的虚伪，因为人家的信任，你自己有虚伪，你自己 有对别人不信任，或者你自己又自己又变成一个很假的人，那你怎样？你就是以怨报怨。那我们说中国人经常都说以德报怨，我告诉你，你觉得好像在这个时候你要以德报怨是很蚀底的，哇，他这样对我，我还要以德报怨，我告诉你就是要这样，因为不关你事的，如果你用个德去对待他的话，你以后呢你不用受这个以怨报怨的因果，你反而会怎样？会受回以德报怨的你的因果，你是在个德那里得着。佛陀在法句经那里讲句，他说如果我们呢一直都是以善的身口意去做的话，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快乐呢是如影随形地一直跟着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是成日以不善的身口意 的行为去做的话呢，我们的不快乐呢就好像那只牛车跟着那只牛那个脚印一样，是一定不离开的，是不是？ 牛拉着个牛车的嘛。所以一样的，即根本就好像如影随形一直跟着你，不会走的。那你说是不是人类这样我们就要这样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如果我们学佛做什么呢？我们学佛就要改变自己嘛，不要以怨报怨，要以德报怨。如何去把持不受影响，那就看你 修这个定和修这个平等心有 几深几高咯。我昨天 去隨起一個法會，十七世的大寶法王在溫哥華弘法，我們昨天去了半天，他在那裡講不動佛，不動佛這個法門是密宗的一個法門，我們只是聽了他早上講少開示什麼叫不動佛呢。他就是要用一個很高的覺知去面對自己的煩惱，
怎样去转化自己的烦恼。那这个就是定咯，这个就是平等心咯。即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特学打坐，就是定就是你如如不动，平等心就是说我们怎样面对外境的时候，我们怎样，我们不要用一个习惯性的反应去面对，我喜欢的我就贪，我不喜欢的就亲。啊，这个就是平等心，即是等于一只雀仔两只翼。那么是哪一只翼怎样，是哪一只翼没了的，好像有些雀仔，香港雀仔街的翼，那雀仔的翼被人剪了的，是吗？不懂飞的，所以他们是不是，有些是剪得没那么什么的，可能他会懂得飞，飞得那么多，但是这两只翼一定要平衡发展的。啊，所以你说如何把持不受影响， 你自己要在那个法那里要明白，要去修持，你才有机会去 不受影响。如果不是的话，你会很受影响。家人与亲子的关系疏离如何去处理，我告诉你，前世不同人结缘，今世就一定疏离的，真的，真的。所以呢，现在就好改自己了。现在改自己就是怎样呢，现在就是改自己，怎样，他跟你疏离吗，你不要跟他疏离，但是你不要暗沉。什么叫做疏离，什么叫暗沉，什么叫关心，是两回事来的。今天我有个徒弟车我出去，他跟我说，师父，我一阵车完你，我可不可以探我爸爸妈妈，即是揸着宝林架车。我当然可以了， 你去探吧。我说你爸爸妈妈怎样，哎呀真好了，爸爸妈妈最近呢去了买了三坟三地了，订好了，因为我之前去看过，爸爸妈妈是完全不肯面对这个死亡。我说这么好啊，他说是啊，我现在一路想呢，就觉得他这么喜欢讲健康，我次次去真的跟他讲健康。啊，我医生说我的三高又没高，我的血压又好好，那他们又很开心了。我说是啦，他说以前不是，以前呢，因为他妈妈很紧张健康，健康食品，样样都要健康食品，他就经常说这样又不是很健康，那样又不是很健康。我说你全部全部是负面的，我说你现在全部是正面的，所以现在即爸爸妈妈见到他，大家可以很开心，很开心地说，我还有你开心说一些你的仔女家里的事给他听，说开心的事给他听，不用说不开心。我都八十岁了，还说那么多不开心的事给他听做什么呢？即等于你们，如果你要个关系好的话，你是关心，不是疑惑，不是日饿夜饿。唔系你着衫啦，哎呀，三十岁啦，仲使你叫着衫咩？你食咗晚饭未？四十岁啦，仲要你问咩？啊，你个仔冲咗凉未？哎呀，佢仔都生埋出嚟，仲关你咩事咧？啱唔啱啊？实在就系你多事，所以令到个点啊，令到关系疏离。如果你只是基于关心的，哎呀，你近来工作开不开心啊，做得好不好啊，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一下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大家讲的故事啊，那两夫妇预备离婚的，一起身那个先生跟他说什么，哎呀，我今天做些什么可以令到你今天好过一点啊，记不记得，你可不可以试试做这件事啊。哎呀，真是坦白，不要打他一拳啊。哎，你真是有福啊，个老公还在旁边笑。哎呀，试下啦，怎会难啫？是不是试下啦，你肯试就得的了。讲得人家做得到，人家的经验都得了，人家的实验都得了，你就实验一下咯。哎，师傅你好，宝林重建工程艰巨，而你又要到各地弘法，请问师傅你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又是如何调理自己的身体？弟子顶礼，多谢。宝林工程真的很艰巨的，而我又要各地弘法，实在这两件事不可以分开。我在宝林的有很多徒弟呢，尤其是白人徒弟呢，就觉得我，因为我一不在这里，就星期二就要带录影带啊，或者他们要自己去做 discussion 啊，即是倾偈啊，咁我一话出门 ，You are leaving again， 咁你又走啊，咁。终于我前嗰排我就话，我话俾大家听。如果我真的靠在北美
籌到翻嘅錢嘅話，我起廁所都唔夠起，買廁所都唔夠，一個廁所10,000+蚊，我有差唔多40個廁所，13,000一個廁所，即係整一個廁所，唔係淨係嗰個廁盤啊！你話金咩？金都唔使13,000，即係整一個廁所包埋沖涼房啊，諸如此類，起碼要13,000。plumbing 嘅，你唔好以為真係好少錢，所以你唔好虐待你個廁所。你諗下，40個廁所幾廿萬，咁我又講得誇張咗啲。我話如果我真係唔出去宏法嘅話，我唔出去結緣嘅話，人哋點知寶林要起呢？我話人哋點樣護持呢？人哋點樣發心呢？我話你哋要明白呢樣嘢。我話你估我真係貪得意咩？你估我真係唔想休息一下喺屋企啊？我都想喺屋企啊歇一下，係咪啊？嚇歇一下即係懶一下啊，休息一下。邊個唔想啊？我都想噶。但係我真係睇到寶林嗰個工程真係需要結好多善緣啊！所以我自己覺得不是不辭勞苦，我覺得不辛苦，我覺得我要出去結多善緣，就是因為我前世跟人家結得不夠多善緣，所以寶林那個工程那麼艱巨，所以還更加要努力，所以你們一定要支持我繼續去宏法，知不知道？那我如何調整自己的心呢？我就沒有刻意怎樣去調整自己的心的，咁有時候我都知道我自己唔開心嘅，我唔開心我就會點咧？我就會打電話話俾譚師傅聽，我唔食飯啦。佢話：咁你食咩啦？我話得噶啦，我自己搞掂，咁我就唔出門噶啦。我就算出門，我就自己揸架車仔去湖邊行下，啊或者去揸咗相機出去影下相啊，或者喺屋企喺我間屋仔度打下坐啊，坐幾個鐘頭啊，或者甚至冇瞓下覺，我好少瞓覺嘅。除非真的攰得滯咁，我就會瞓覺。咁我就會同埋我會去留意咯。我點解會唔開心呢？我為咩事會唔開心呢？我為咩事起情緒呢？係咪因為壓力咧？係咪因為工程唔順利咧？或者乜嘢咧？咁我會睇到嘅。睇到嘅時候，我會點樣？我同自己講：，呢個總會過去嘅，呢個總會過去，因為無常啊嘛。呢個總會過去嘅。但是我不可以希望他现在即刻过去，我就留意这个情绪在我身心那里起什么变化，我一直留意着他。那我前那天不是告诉大家听的，我这几个月即由去年到现在病了很多次嘛，是不是？我发觉原来是个心的问题，是个心令到个身体太累了。那么知道了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还更加多的留意自己的时候，个身体反而开始真的好翻了，好咗好多，你唔見到我精神幾威猛，所以調理我自己身體，我冇有調理噶，我一日都係嗰兩餐半飯嘅啫，啊，都係咁上下嘅啫，冇乜特別話要調理。咁有時我就會會想啊，我想食意大利粉啊，咁嗰啲唔知道算唔算調理身心咧，嚇，都可能係嘅，因為想食意大利粉啊，或者想食雪糕啊，我想食個雪糕啊，咁啊食個雪糕咯，咁啊調理下身心咯，滿足下自己，嗰啲都唔係好過分啫，嗬，嚇，佛弟子往生啊，其家人不是佛教徒，該怎樣處理佛像或經書？送去寺廟啦，或者送去齋鋪啦，啊，如果譬如嗱。有一些呢，可能真的现在可能寺廟都很多这些了，可能都不愿意 去接受了。我有个方法的，如果你家里 有地呢，你真的可以掘个窿埋了它。买了它。如果你家里譬如有些我美国我就不知道了，香港呢就有些寺廟呢，它有个化宝炉的，它的化宝炉专门给人化经书的。以前有位老和尚教过我，他说如果你真的要的话，他说你真的找 找个干净的罐，完全没有用过的罐，你化了那些灰就将它埋落地，那也是可以的，你可以选择几样东西都可以的。为什么要妖佛？你真的问得好，因为这个是功德来的。譬如有佛呢，有佛地方，有譬如有塔在就代表有佛，所以我去到佛塔呢，我咪要绕佛绕塔啊，绕塔啊，绕塔即是说我们去恭敬佛赞叹佛，除起佛的功德，
即一樣咁解啫。啊，呢個係呢個妖佛都應該一樣咁嘅意思啦。師傅跑西方係咩？跑西方咪就去西方啊！去啊去啊！快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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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哋叫咩啊？中廣東人講叫雞公腳跟住走啊！雞公腳去西方，即係話點解啊？如果真係要放下嘅時候，快快放下。去西方，西方要個心好急切咁解啊！跑啊嘛，係跑得好快噶。呢度已我諗呢度跑得慢啦，我唔知道有冇得繞佛啦。以前喺叢林咧，真係跑嘅，好似跑好似行禪咁樣跑內圈嗰種跑嘅，跑得好快。係點解啊？因為去西方，嗰你求去西方嘅心要好急切，好急切嘅就話。点咩叫急切咧？急切即系话你念念喺个佛号嗰度，你中间系冇跨冇 gap， 冇一个空隙俾你打妄想，明唔明啊？所以你睇到点解啊？跑一百 meters 嗰啲人咧，嗰啲脚步好急好快噶，但系跑400嗰啲咧，嗰啲脚步系好大嘅，系跨出去嘅，但系跑100嗰啲咧系好密嘅。我自己嗰時我自己嗰時跑田徑就係老師就係咁教啊，就所以跑西方。還有在指正時，是否指觀呼吸啊？就或者心念阿彌陀佛感恩師父。哦，指正嘅時候咧，實在可以兩個方法都得嘅。啊，我以前喺呢度曾經帶過一日佛七，我都講過啦。喺指正嘅時候咧，你可以觀呼吸，亦都啊，如果你話有啲人係中意念佛嘅，你可以配合呼吸而去念佛。咁當然啦，呢個係你修淨土法門先係咁啦。如果你話你修禪嘅，你就唔使咁啦。修禪嘅你就淨係觀呼吸。如果你係淨土法門，你又想知道自己個呼吸喺邊度嘅時候，你觀你點樣咧？你觀唔到噶啦嗰陣時，你只係知道嘅啫。你知道點樣咧？知道你入嗰陣時就阿彌，呼嗰陣時就陀佛，即係吸氣嗰陣時就阿彌，呼氣嗰陣時就陀佛。吸氣嗰陣時阿彌，呼嗰陣時陀佛。咁好多人咧，好多人點啊？吸下，呼下都唔記得咗吸氣同呼氣，淨係識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或者淨係知吸氣呼氣就唔記得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咁所以師傅啦，嗱師傅啦，如果你真係想修淨土嘅話咧，你就專心淨係喺度個佛號嗰度啦。如果你話我真係想喺禪嗰度用功夫，你就唔好加咁多嘢落去。因為點解咧？好多人咧記得個佛號咧，就完全留意唔到個呼吸。實在留意呼吸唔係淨係留意呼吸噶，留意呼吸唔係淨係知道佢入同出噶。呢個係好膚淺嘅留意呼吸咋。留意呼吸實在係最重要嘅，就喺嗰個呼吸嗰度係知道自己個妄想個生變同埋滅，同埋個呼吸生變同埋滅啊，係喺嗰度明白呢個生滅法啊。你明白嗎？所以不是只是說、哦、我知道他入，我知道他出，那麼簡單、啊、那個是 很表面的功夫來的、啊、OK 六字和四字法號沒什麼分別、啊、沒什麼分別、啊、為何有時要合十，有時又不合十、哦、這些是疑鬼來的，是疑鬼來的，實在你不用那麼緊張的。 你合又 不會犯錯，你不合又不會犯錯，無所謂的，真的是疑鬼。不過就是說疑鬼呢，就是同一時大家合，那多數呢就怎樣呢？多數妖佛呢，實在這個都是一個規矩，大家都學識都好的、啊、譬如、啊、你們在大典 當這個是佛像，即是我現在坐這個佛像，那你們一開始當然要合十的嘛，是不是？那一路妖佛要這裡上方了，這裡上方去到西丹那個角呢，那個角呢，即是這個角呢，就可以這樣，那就放掌了啊。咁放掌之後咧，到佢再開始念四字嗰陣時，先至合三佛合十。因為如果你一路長期念南無阿彌陀佛，有好多時佢唔係淨係要三集嘅，唔係淨係要三個圈，可能要八個圈，可能要十二個圈都唔定。咁你咪好攰咯，係咪？放鬆下，咁咧就一路疊住掌咁啊，去到佢一起四字咧，你就再合翻十。啊、所以咧就係、是、即係放掌嗰度咧就係、是。有些規矩的，就是在那個西上角西下角、啊、那裡、okay?
現代人認為吃葱蒜有益健康，學佛人應戒五辛，而現成食物中多含葱蒜，師傅可以指示中庸之道嗎？現代人吃葱蒜有益健康，是無可厚非，不過怎麼吃都會死的，我們始終一次都要死的了，你吃多少葱吃多少蒜並不表示你會健康到不用死的。為什麼我們要明白為什麼我們不吃葱蒜先？我們一定要明白個原因，我們為什麼不吃葱蒜？為什麼我們不吃葱蒜呢？佛陀講過，《靈嚴經》講得很清楚，生的葱和蒜的五辛，葱蒜、竅、大蒜和一個叫輕渠，這五樣東西就是生食的時候就會容易怎樣引起我們的慾望，生食的時候容易引起憤怒，熟食的時候容易怎樣引起我們的慾望啊。所以為什麼呢？所以為什麼我們學佛的人，尤其是打坐的人呢，打坐的人才重要。因為為什麼吃葱蒜吃得多的人，打坐的人很多不安的，所以為什麼我帶親的禪修班呢，都是全班都不會有葱蒜的，有些中心會有葱蒜的嘛，但有很多中心，尤其是北美的白人呢，沒有葱蒜就不懂煮素的，所以你們要明白為什麼不吃葱蒜，背後原因你才會去不吃葱蒜。如果你只是說為健康理由，那大有理由要去吃，是不是吃到你整口蒜又說可以防感冒，但原來你應該要知道，中庸之道就是說，比如有時有些外面有些食物真的，它可能沒有寫葱蒜，但它有很多 spices， 那你說吃這些不吃，你不要想那麼多咯，你就買咯。 你告訴你很有趣的，你買了回來你一吃你就知道，就算你不用吃一打開你已經聞到，譬如好像我們這樣，你吃開葱蒜的人呢，聞葱蒜是聞不到葱蒜的味道的，你不吃葱蒜的人呢，一走過去就知道那個人吃葱蒜的了，很重要的，即等於你不吃煙呢，你走過去已經知道隔離那人吃煙的了，但你吃煙呢，你就聞不到隔離那人的煙味的，就是這麼簡單了。只中庸之道，避得到就避，如果你真的要戒葱蒜的話，你應該可以給你選的你就選，如果你說真的選不到，譬如我們有時出門告訴別人走葱蒜，很多時候他們都會記得走蒜，但不記得走洋葱，因為以為洋葱是蔬菜呢，咁啊喺面頭滲一紮，咁我哋好多時都，算啦，費事人哋再去再煮，我就全部撥埋曬一邊。因為我記得我師傅同我講，我哋講過一個故仔啊。佢七幾年嗰陣時去中國弘法啦，好窮咁啊嗰陣時候，喺嗰陣時嘅中國嘅鋪頭咧，啲餐館咧做有36，唔做有36噶嘛，即係嗰啲咩啊國營嘅。是吗？下午三點鐘就散步那些，那次呢他應該很夜，好像夜晚九點幾去到上海，又凍了又濕了 又肚餓了，還有一個男居士，那個男居士呢就逐間店鋪敲門，終於有一間店鋪肯開門，問他做什麼，他說我們兩個呢連夜趕路很肚餓，剛剛下了火車，我們沒有東西吃，你可不可以煮一碗麵？那個老闆真的很好，他開了門叫他進來，好啦，你進來我煮碗麵給你們，煮了兩碗菜麵給他們熱騰騰，即是他告訴他們菜麵，老闆好好煮了兩碗菜麵，一大大碗給老和尚，我師父和那個居士男居士吃了，吃完了吃到底呢，原來看到下底有豬肉有豬骨，原來是豬肉豬骨湯，那麼是個麵是菜麵來的，那他怎知道你什麼叫和尚不和尚呢？七幾年剛剛文革之後，根本就他們不明不認識，咁啊，嗰個居士咧就想走去鬧個老闆啊，老和尚就捉住佢，唔可以鬧人咧。我哋而家嚟為食碗面而食面，我哋唔係為食嗰啲豬肉嚟食碗面咧。聽得明嘛？唔係為食豬肉嚟食碗面，而係為解肚餓而食碗面，兩回事啊！所以但你又不要拿這個來做藉口，哎呀我不是為雞而吃雞的，不過我都是喜歡吃雞的OK，你不要說師父說老和尚說那樣好像有個聖旨那樣
阿似蘇為了培養慈悲心，雖然牛奶和未受精的雞蛋歸類為素食，但飼養方法極不人道，怎樣才好避免食？如果得嘅咪避咯。真你睇到咧，啲牛咧俾佢揸奶嗰陣時就係好淒涼嘅。咁有時如果你話我哋喺佛教入邊又冇講話你一定要戒牛奶。雞蛋就是卵生啦，係咪？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我哋都唔食啦。喺《金剛經》入邊講。咁但係你話牛奶咁，嗱，我講一個故事啦，俾你聽。咁我哋飲，我同譚師傅啦，同幾個人咧飲親牛奶咧都肚屙嘅，因為我哋冇嗰只household enzyme。咁咧原來發現到咧，温哥華有間牛奶公司咧就冇消毒啲牛奶嘅，即係 non-pasteurized milk。咁飲咗之後咧，就完全冇事，同埋啲牛奶咧香到不得了。咁我哋咪一路買咯，好平，有兩蚊咁大個樽噶，嚇咁大個樽。咁啊，我哋攞個玻璃樽去裝嘅。咁下個禮拜又攞個換翻個玻璃樽，咁又去嗰度買，2蚊加幣啫喎，嚇咁啊 1.5公升嘅差唔多，香到啲牛奶香到不得了。終於有一日咧，佢哋又係去買牛奶咯喎。啊！發覺原來佢後邊有幾間屋係養牛仔嘅。你記得我同你講過養牛仔嗰啲 view， 嗰啲 view 做 view 嗰啲屋仔啦。翻嚟就話俾我聽，我話唔得，我哋唔可以再喺嗰度買牛奶啦。因為點解啊？我哋買牛奶即係資助佢間佢個工場繼續佢做養牛仔啦。雖然佢做啲牛奶出嚟好靚，啊，我哋唔可以再飲啦。咁我哋即你要視乎你自己嗰個心識咯。如果你話哇，我真係覺得好唔人道噶，咁樣揸牛奶，即係咁逼啲牛仔，有時真係好陰功。我睇見佢哋咧，啲母牛咧，啊啲牛仔咧出咗世，攞咗只牛仔之後咧，就攞個吊機車咧，咁啊揾塊布咁勒住個牛媽媽個肚咧，咁就喺農場一路拖翻去牛欄入邊，嗰只後腳同前腳就係咁拖笪地噶。咁你話係咪人道？係真係唔係人道？呢樣嘢唔係人道。咁所以你話，如果你真係為培養嘅慈悲心，你可以唔食噶，咪可以選擇 vegan 咯，做 vegan 咯。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噶，一樣可以好平衡嘅啫嘛。我哋嘅飲食係咪？好啦，咁咧睇下香港有幾條問題先。佢話一個初修學佛法者用邊部經簡淺易明而能夠自讀，可唔可以俾啲提示啊？咁我覺得咧有一部經好簡單嘅，就係《大吉祥經》。吉祥經啊，我都講過吉祥經啦，喺呢度講過幾日啦，係咪啊？然後喺寶林講過11講啊。咁吉祥經又喺我擠咗喺 YouTube 入邊啦。咁我覺得咧，呢個吉祥經實在對在家人咧學佛嚟講咧係好基本嘅嘢，好基本嘅。咁如果你話我再想呢個吉祥經，你可以話哎呀，我又想修大乘法喎，修大乘法你咪可以讀下普門品咯。《觀音菩薩普門品》係啊，《金剛經》嗰啲咧就比較難啲嘅，啊，即係難啲嘅。《心經》實在咧唔好睇《心經》260個字，實《心經》實在好難嘅，唔容易啊。咁如果你話我真係想學佛嘅，我覺得你喺《吉祥經》度聽多幾次《吉祥經》先啦。聽完《吉祥經》咧，就可以試下聽《心經》啦。啊，喺個《心經》嗰度逐個字去了解一下《心經》，然後睇下可唔可以嘗試用個《心經》喺個日常生活中咧，咁先至係好。因為《心經》入邊實在講咗好多四聖諦啊、12因緣啊，啊咁嗰度全部係好拿捏得好好啦。咁差唔多整個佛教最基本嗰個概念都喺入邊。咁啊，呢個咧就話好多謝傑師傅啦，我成日嚟翻三藩市見面啦，梗係啦，我應承過啦嘛，唔係你哋覺得你自己係孤兒仔嘛，咁我唔想你覺得自己係孤兒仔嘛，係咪？咁你係話我認識一位老人家咧，佢信佛食素好多年啦，家中咧就設有小佛堂，每天咧都念經拜佛。約3年前咧，去到越南旅行，得到一位法師贈予舍利子，翻到美國後將舍利子放在小佛堂供奉。一段時間後，發現攞數粒舍利子由幾粒變成好多粒，佢十分高興。
他知道我是佛教徒，想赠我数粒放在我家中的佛像前供奉，因为太神奇了，我不敢接受，但可以肯定老人家不会讲大话，请教傑師傅为何要这样。是可以的，舍利子是会分的，是会生的，生多一点的，不可思议的，有些事叫做，是吧？那有什么所谓的，你喜欢供就供咯，你不用怕的，你不以为那些舍利子有什么附了身，你请了回家就好不行。但是舍利子实在呢要看，亦都睇你當時嘅心嘅心色嘅。有啲人睇舍利子，我記得我未出家之前咧，我去過寧波，我去寧波嗰陣時睇阿育王子啊，睇過一粒舍利，我嗰陣時睇佢咧黑色嘅。好啦，咁啊出家之後咧又再去，又再去咧又睇咧就係藍藍地色嘅。我前幾年我再去咧睇啊金黃色嘅，成日都變噶，所以即係話。代表什麼呢？你不要想那麼多咯，不作一想、你只是看就看，知道它是怎樣就怎樣。師父總是不能夠覺知念知持續到日常生活，打坐時就好像很清楚，是個個都好像打坐，坐在那裡的時候個個都好像尊佛一樣、好像很醒目一樣。工作時常都要動腦筋，就是想找就在那裡胡思亂想，此時又想保持覺知個心在那裡念佛，你有沒有找你搞呢？会间断分心，请问如何使功夫持续呢？即是找来搞啊，洗手的时候就想饮水，饮水的时候就想睡觉，睡觉的时候又想起身要做什么，即是根本就是没有专注在要做那样东西的。实际上什么叫觉知呢？觉知什么叫正念呢？觉知呢，正念就是说你现在做的那样东西，你自己清不清楚自己的心识在哪一度做緊嗰樣嘢，用咩心識去做緊嗰樣嘢？咁嗰度實在已經點啊？係包括咗你覺唔覺知道自己做緊嗰樣嘢，用緊咩心識做緊嗰樣嘢？咁你諗下，你又想念佛，又想翻工，咁而家邊個俾人供你先？你老闆俾人供你噶嘛？咁你梗係好安心、好專心咁去做好你自己嘅工作，念佛。你未能夠去到做到點啊？一邊工作一邊念佛，你就好好做好工作。工作之餘翻到屋企，你有你自己時間啦，你就安心去念佛。唔好工作嗰陣時又想念佛，念佛嗰陣時又想工作，就兩邊點啊？唔到岸，兩邊都做唔成，明嗎？咁你話怎樣可以如何將這個覺知念知持續到在日常生活，這個是要功夫的，你要提醒自己的。我經常都說了很多時候，就是我說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呼吸在哪裡？不知道，那你就找東西提醒自己咯。譬如我駕車就怎樣呢？我駕車很多時候都是我記得呼吸的，我當然記得呼吸了，我記得留意呼吸的時候，我就會一留意自己的呼吸。然後呢 我開車的時候，我又會提醒我自己，一陣子見，尤其是出 Highway 呢，你見到大電燈柱就記住留意個呼吸了，我會提醒我自己。咁我好啦，你揸揸下咧，尤其是有人同你讲嘢咧，你就唔记得咗个呼吸。哎呀，见到电灯柱，我已经个脑就知道电灯柱呼吸，电灯柱呼吸，电灯柱呼吸，即系点样啊？即系你要训练呢个心有一种咁嘅习惯，呢、这个都系呢、这个觉知都系一种习惯嚟嘅，念知都系一种习惯嚟嘅。而当你呢、这个留意自己呼吸，記得自己呼吸，而知道自己呼吸這個習慣開始越來越強的話，你那個妄想的習慣就自然怎樣會弱了嘛，因為都是一個心來的嘛，都是那個心而已，即是等於你起煩惱的時候這個心那麼強，當你不起煩惱的時候，當你知道自己有這樣的煩惱，我要改變我自己，沉我自己，沉我自己怎樣，就是你邊你的心了嘛，你邊你的心就越來越強了，都是同一个心的，你以为你有两个心啊？分不到出来的，是同一个心来的、OK？ 所以就是去试一下在你日常生活中用一些你会成日见到的东西去提醒自己回来现在这里。我们经常实在我们在人群里面我们最容易见到的就是什么人嘛、一见到人、记住呼吸啊。
一見到咦，記住呼吸，咁你好容易點樣呢？如果你見到一個你唔中意嘅人，你會發覺點解呼吸咁重嘅咧？咁啊，就知道自己原來已經對起咗一種煩惱心啦。啊，咁你咪實在喺嗰下你已經進步咗啦。啊，所以嗱，用人去提醒自己咯。嗱，我揸車咧，唔係咁多人噶嘛，咁你唔係成日見到人啊，咁我就用電燈柱啦。或者你可以用人哋嘅車牌都得噶，啊，見到車牌，哎呀，呼吸啊，咁任何一個方法都得啊 ，OK。系知道自己起负面情绪，心好唔舒服，好唔安心，可以怎样处理嘅？大家都听过啦，佛陀有讲过一部经叫《戰经》啊，系嘛？《戰经》啊，唔系《战战兢兢》嘅《戰经》啊，系一支箭嘅箭，一部经嘅经。《戰经》啊，讲乜嘢？《戰经》入边讲咧，生老病死咧，就系本来咧系一个好大自然嘅嘢嚟嘅，但系咧，即呢支箭咧就成日都插住噶啦。但是呢，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大自然的东西，或者我们明白但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老病死在我们生命中出现，那我们在当下就会起容易怎么样起情绪了，起反应了，因为起情绪起反应就是说插着第二支箭下去了，那就是跟这个一样而已。当你起情绪的话，就是说你对现在 你面对的情况你可能 不 happy不开心，或者甚至无愤怒，或者甚至无亲恨，个境是这样的了。你见到他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不开心了，知道自己不开心了，而你对这个不开心还怎样？还更加不开心，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见到这个不开心我还更加不开心，因为知道自己起负面情绪了，已经第一支箭了，是不是个心好唔舒服啊？即系个心对呢个负面情绪点啊？系一种排斥啦，咪第二支箭啊？第二支箭系可以避免噶、哦，第二支箭可以避免噶、哦，我哋可以唔使俾第二支箭插入去噶、哦，啱唔啱啊？我哋可以点样啊？唔好啊！啊，好似我头先讲，我自己知道自己有啲唔开心啦，我会点啊？我话哦 ，OK， 我静一静落嚟。什么都不要做，甚至没走开，我等我一阵，我迟些回来一下，走开一下，不要被自己怎样，在当下立刻去反应，至少你能够推迟一秒就一秒，推迟两秒就两秒，推迟三秒就三秒了嘛，是不是？当这个反应你推迟了的时候，那个反应会怎样？那冲击就弱了，弱了那个伤害就少了，那个伤害对谁的？对自己对别人的嘛，啱唔啱啊？即等于个火啫嘛。如果你能够唔能够马上吹熄，你至少轻轻冚一冚佢啊，冚一冚佢，再冚一冚佢，再冚一冚佢先至得噶嘛。你唔好有啲火大得犀利，大得太厉害噶，系真系冚唔熄噶。咁但系你唔可以唔冚佢啊？点啊？冚一冚佢，再冚一冚佢，再冚一冚佢。咁先有機會啊 ，OK？ 哎呀，哇，好長篇，唔係佢字大隻啫。佢師傅你好，上次我請教你關於賭嘅問題，你話有智慧嘅人唔會賭嘅，你說有一半對是對的，我覺得有智慧嘅不賭的，但他們用智慧去開賭。他们用智慧去赚智慧低下的钱，如是因如是果，开赌场的因果如何呢？开赌场因果告诉你听，开赌场因果是地狱啊。地狱为什么？嫖赌饮吹可以令人家散人亡，赌是增加人什么？哪个念啊？贪念得不到会怎样？亲得不到会怎样？杀人放火。所以有智慧的人一定不会去赌钱，问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没有智慧。赌是动物的天性，赌不是动物的天性，你错。你个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了，你一定要去在基本佛法去再学什么叫正见，什么叫正知，什么叫正思维，
你的思维走歪了。有智慧的人是不会将自己扔到一个贪的陷阱那里，知道是贪，自己会拉自己出来的，那个才叫有智慧。在柯含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被两个人一路拉去入个火坑那里，要入火坑，这个人点都不肯入个火坑，拉去入火坑那两个人代表什么？贪同嗔，这两个是大火坑。有智慧的人一定不会跌落去这两个贪同嗔的火坑里面，这是陷阱来的。所以问这个问题，快点去看清楚什么叫做正见正思维。赌不是动物的天性，动物的天性只是什么？维持自己的生命，而是逃离危险，这个就是动物的天性。所以你说动物知不知道自己死的？知的。它会譬如狗和猫，尤其是在家养的狗和猫，就算野生的狗和猫，就算野生的动物都是，去到临死会怎样？它自己 找地方躲起来的。家养的还更加，它不想被主人见到它，因为这个就是动物的天性，因为它要死的时候它会自己找地方躲起来。动物的天性就是两样东西，一就是食，维持自己这个生命，二就是离开危险。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动物的天性，古语云什么鲤鱼跃龙门，身价十倍，动物用性命之搏一搏他们的自己的性命，又去赌又如何呢？唉，这真是邪知邪见啊。动物根本就不是用性命去搏，他们是要生存。你说三文鱼向上游，他们为什么啊？为生存，为延续下一代，这个是他天性来的，他不是赌啊。你明白吗？用个你现在用个愚痴的想法去看动物的天性，就完全与愚痴的之见啊。所以你如果你去看三文鱼的话，你看到三文鱼你实在很痛心。我看完三文鱼，我十几年前我真的去加拿大那么久没看过一次三文鱼，是那年有一个旧同事来，我说不如我都不识他带人去哪里玩。你说、哎、你找那个人有什么地方玩？哇，真的不知道、啊、你有没有搞错？你唯一找那个人十几年，你都不知道找那个人有什么好玩。你现在问我，我都不知道找那个人有什么好玩，因为我根本就不去玩。那我我说人你说有三文鱼看、啊、你就去看三文鱼在哪里、啊、那么、哎、真的十几 二十年同事，以前就是我的师弟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哦、好啦，那我开车跟你去。那么去到北温上面，那时候都没什么三文鱼看了，就是那里是养三文鱼的地方，都见到有些三文鱼是真的在个瀑布上跳上去，跳到上去就见到它，哇，真的是阴功啊，真的皮破血流啊。你们有没有看过？有啊，我看完三文鱼，我回来，跟寶林師傅说，我如果我们修行能够学三文鱼那种坚定，我说我们无往而不利，我们一定会开悟的。但是我们就是没有了那种勇猛心，那种不畏惧那种心。三文鱼为住保住延续自己下一代，它是不畏惧所有的挑战，无论 是天气又好，无论是它的环境都好，它、啊、真的跳，我看了几分钟，它都不知道跳了几多次、啊、想由下面的瀑布跳上上面的瀑布，跳上去啲石刮住个肚腩，又跌翻落去，又再跳，又再刮，又再跳。你说如果我们学佛的人，如果我们人用我们十分的意志，我告诉你，我们都不会苦了，都不会这么愚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所以你说实在很公道的，业真的很公道的、啊、古代孔明借箭摆空城计，如果对方不中计，何能孔明先生会
咩咩咩孔明先生是不是在賭博？做咩成日講賭博啊？你仲係好想賭係咪啊？你攞你自己條命去賭啊！而家就係成日就唔肯放低呢個賭，賭係人嘅第二天性。我話俾你聽，你錯啊！貪係人嘅第一天性，唔係賭係人嘅第二天性。貪係人嘅第一天性，就係呢個貪令到你賭，就係呢個賭令到你更貪。你更貪就令到你更賭，你更賭你就更貪，越更貪你就越愚痴。我告訴你，你仲不醒啊？啊，你不要拿些經來說，賭是一切世間難順之法，你簡直是毀謗佛法。我告訴你，你不要亂說添啊。啊，如果人不是貪的，賭根本不存在。你說得對嗎？是嗎？人如果不貪，根本就不會有賭。你看看幾離譜啊！上個月我去澳門，去澳門當然不是賭啦。我去澳門做生死教育。哇！我話呢個咩嚟噶？呢個賭四十幾萬人，哇！有幾多間賭場啊？佢數唔出啊！停紅綠燈啊，前後左右都賭場啊！我哋知你話我22年前入去嘅，前後左右停紅綠燈，前後左右都教堂。澳門係前後左右都賭場。我同嗰個車我個朋友講：，啊叔啊，有冇賭場執笠㗎？佢話有㗎。有些小的賭場執笠的，不夠大那些來嘛，大那些很多東西吸引給你嘛。為什麼會吸引到這些人去賭啊？貪而已，又是貪食貪玩，就是不離開一個貪字。我告訴你，你不要再在這裡，不要再拿那些經來講到那個賭那裡，告訴你，你是毀謗佛經啊，這樣啊，告訴你，水洗都不清啊你。賭是一切世間難順之法，賭是一切貪人的世間難順之法。告訴你，什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真的，這個就是五族惡世，賭就是五族惡世。告訴你，在那一刻你已經在五族惡世那裡，還用想那麼多東西。師父，丈夫沉迷於玩遊戲、手機，對於身邊任何事情不上心，總是拖拖拉拉，到最後草草了事。曾解釋勸說，但一切無效。對於佢呢種態度，不知如何去做，怎樣心態對待才正確？請師父指教，十分感謝。呢個低頭族咧，呢個低頭族啊，已經係邊緣噶啦。我話俾你聽。真是邊緣了，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呢，逼到邊緣之後他會怎樣呢？反彈而已、啊、如果這個人呢，你丈夫呢是這樣的話呢，他拖拖拉拉草草了事呢，你就沒辦法，你都拖拖拉拉草草了事，你就當他打遊戲機是沒事了，你有什麼辦法呢？為什麼呢？相愛不好口，你一味成日跟他吵架，你估你嗌你嗌交，你勸佢，佢會唔識得個手機啊？佢唔會噶嘛。咁你有咩意思啫？你唯有一係就接受佢打手機。嗱，如果佢做最後草草地了事，冇問題。最緊要唔好影響個家庭嘅經濟，唔好影響你哋自己中間嗰種細路仔讀書啊等等嘅嘢。最緊要你自己睇清楚嗰樣嘢，你自己可唔可以有把握維持到個家庭個經濟？讓細路仔讀書安安穩穩，令家庭安安穩穩，咁就算啦。話俾你聽，一世人兩夫妻，唔好因為個遊戲機同佢打，同佢搞離婚，冇意思。因為點解？你同佢離咗婚，佢揾個第二個老婆都一樣係咁打嘅啫。啊，如果佢唔揾個老婆，仲更加打得犀利。我諗，可能你有你喺隔離咧，都可以，即係佢都可能有啲覺知一啲。啊，如果你唔餓佢咧，仲有機會，你明嘛？如果你由朝到晚餓去咧，佢仲話俾你聽，佢仲閂埋自己房門打，真係嘅。而家我覺得呢個已經係邊緣，已經係冇得救嘅。我今日喺機場啊，一出閘口一出落飛機，咁我哋三個人，
我哋两个人企呢边，我一个人企呢边，咁拖住个夹行，有个女士喺我前面行过嚟，我睇住佢就嚟撞埋我哋三个人中间噶啦。我同佢哋讲：你行开啲，小心啲。我叫佢哋避个女士，因为个女士一路行一路打住个手机嘅。你明白吗？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是现在这个世界的人是变成是这样，在我们小小的能力改变不到他，我们唯有怎样改变自己面对他们的态度，不要用一个恶意，不要用一个负面，但是你要用一个保护，保护家人，保护家人，保护家庭那个角度去做事。好，师傅，我对动物诸如猫狗没什么特别要去爱护他们的感觉，我又不讨厌他们，有时动害怕是否前生伤害过，那又不是一定的，你为什么这么紧要，即是缘分而已，没什么所谓的，是不是？好像我见到啲似娃娃，我觉得佢唔系狗嚟嘅，我唔中意似娃娃啊！我唔系狗嚟嘅，我就觉得大狼狗先至系狗啊，因为大只真系嗰啲先系狗啊嘛，嗰啲都唔知似咩样，沟到乱晒大龙，哎，但系好得意啦！我上个月去澳门就见到一只狗，嗰啲叫扑道狗啊，吓乱毛嘅咧，但系好细只嘅啫，咁丁只嘅啫，3-4磅咋？哇！我戚几佢，哇咁轻嘅，我话你，哎，佢系狗医生嚟嘅。佢係專係去探啲老人家嘅，喂，好鬼可愛喎！我話：哎呀，我見到你真係對你呢啲貓貓狗改變咗態度先，就因為你冇嘢噶。嗱，我以前同佢冇，我同呢啲狗冇緣，我真係見到佢嗰只都 OK， 即係嗰啲撲道貓貓狗都 OK， 嗰啲紙娃娃咁叮叮隻嗰啲咧，我簡直嗰啲咩嚟㗎？我哋啲係咩嚟㗎？啲老鼠唔似老鼠，狗唔似狗，鹿唔似鹿，貓唔似貓，真係咩嚟㗎？仲同佢著埋衫添，仲更加唔似咩樣？著埋衫、著埋襪啊、著埋鞋啊、攬埋頸巾、戴埋蝴蝶嗰啲咧，哇似！你哋有冇人係咁啊？有就快啲改啦！話俾你聽，佢唔係人嚟噶，佢係狗啊！你唔好搞佢，將佢把成好似你個仔、你個女咁啊！真係大件事，你變狗媽媽、狗爸爸。唔使驚，你唔中意咪唔中意啦，你使乜驚？前世有冇害過佢啫？有害冇害冇害咯。有，如果你真有害過佢，你今生唔中意佢唔緊要噶，至少唔好討厭佢先啦，嚇、啊！如果你有害過佢，佢今生唔嚟咬你，咁咪算咯，大家打和啦，係咪？師傅，請問靜坐嘅時候，好容易跌入去昏沉嘅境界，無論日間或晚上，如何改善？嗱。我成日都讲咧，昏沉咧有两样嘢，一就系你个身体实在太攰啦，你真系好需要瞓觉。你哋好多人都唔觉得自己需要休息嘅，尤其是点咧？尤其是嗰啲 workaholic 啊，嗰啲发狂做嘢嗰啲人啊。咁咧，有时咧，你哋休息嘅个质素咧，又唔系好。瞓咗落去咧，好似瞓咗，但系又唔系真系瞓咗。咁你休息得唔够咧，身体实在咧，慢慢累积咧，实在系身体会有疲劳嘅。疲劳嘅时候咧，打坐嗰个时候就实在最好瞓觉嘅时候啦。又瞓得冧，点解咧？因为又静又黑又凉。如果师傅讲埋嘢仲好，直头系催眠嘅音乐咁样，系嘛？哇，幾好啊！啲人成日都話，哇，師傅你把聲咧，實在哇，真係真係好似催眠咁。咁你話係咪啊？所以咧喺嗰陣時候根本又唔關師傅事，又唔關環境事，又唔關究竟冷同熱嘅事，根本就關自己事。因為點解？身體實在係太疲勞。第二咧就係心太疲勞，個心太疲倦。个心点解会太疲倦呢？因为平常好多可能好多压力啊，又或者咧好多情绪啊，自己根本冇处理得到啦。咁你喺打坐嘅时候咧，不知不觉咧会点样啊？会放松咗嘅，会放松咗。仲有一个原因咧，就系点咧？有一啲人咧，有啲事情咧，系自己不知不觉嘅，系唔想面对，唔想面对嘅时候咧，好得意嘅。打坐嗰阵时候好昏沉，系点都唔醒嘅，点都唔醒嘅，真系阴公企喺度都瞓得着嘅。
好好陰功嘅，真係嘅。我見過好幾個學生，我鼓勵佢哋，我話你俾心機啦，始終會有一日你會過到呢個分層。我見過有好多都真係，到佢真係有一次醒的咁多咧，就會發覺原來自己有好多嘢係埋喺個心入邊啊！喺心入边啊，喺开始醒啲咁喺好分沉入边，开始醒啲咁多就会睇到，原来自己埋藏喺心入边。哇！细个嘅时候啊，俾人打啊，或者俾妈妈虐待啊，或者俾人侵犯啊，呢啲咁嘅情绪咧会出现啦。喺嗰阵时候一出现一刻咧，佢会醒啲嘅，醒一阵子咧，佢又会瞓翻啦。佢瞓翻咧，又要收一段时候咧，又要等嗰个情绪又再浮啦。又再浮一啲出嚟，咁又清咁一啲，佢又醒多啲咁多，唔係容易嘅。呢個真係要好堅定，好堅定嘅心咧，好似講阿老和尚咁嚇，成日分沉。好，我坐喺懸崖邊睇下你分唔分沉啦。點知佢砰砰咪跌咗落去，就跌穿咗條腰啦嚇。但係你唔好理佢啊。老和尚到點樣啊？成世都係彎住條腰，到佢翻落嚟喺山上面翻翻落到嚟成天子做香燈嘅時候，瞓個籠，冇打板叫人起身，五分鐘啫。佢由嗰一刻開始，佢就點樣啊？夜不倒彈啦！佢一生人就係坐喺度。他说我以后都不睡落张床上，就是为什么？因为睡落去就自己分沉，分沉 连做香灯师连打板都不识起身，每一个人五分钟，以前成天知千几人住啊，一个人五分钟，是但一个啊，在那五分钟里面开悟啊，你说我们什么因果几大呢？你想想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所以为什么做香灯的时间那么准确，就是要那么准确，就是为什么？不单止人在修行，众生都在修行。所以你打板不是只是打给人听，嘟嘟嘟，喂，埋班入大典，不是啊，是周围的众生啊，见得到的，见不到的，人或者非人都要修行的，都有机会修行的。所以我哋唔好睇小嗰样嘢，啊 ，OK， 哇！请问师傅几时带我哋继续散啊？我都好想啊，唉，睇下。佢话我遇上一啲实际与自己无关嘅事，又与操守相连嘅处境。因为事情会影响自己的亲友和师长，虽然师父已经经常教导我们别人的事不应加于自己身上，但自己的收集仍然不足够出了情绪。请问师父可有一些恒常的功课，让我们有些许能力接受一些与自己价值观不一的处境呢？实在呢，这些操守的事呢是真的很难去评价的。我记得呢，好几年前呢，我曾经去过一间餐馆吃饭。去一间餐馆吃饭呢，那个餐馆的侍应呢就是一个佛教徒。他就问，他问我，师傅啊，我们间餐馆呢就有个行规的。他说什么行规啊？他的行规呢就是一些 tips 呢就不知道怎么分怎么分的。他说我自己是佛教徒呢，我就觉得这个行规就很不公道的。我即是可能我不记得他究竟是怎么分，总之他觉得是很不公道的。那我但行规就是行规，不是你的公道，那个行规就是那个行头的价值观。你在这个行头就要守那个行头的价值观，对不对？即是等于，我有些朋友做那些叫什么殡仪的，那他就说，
有时有啲朋友走咗，咁啊话俾佢听，诶、哎，你可唔可以帮一帮呢个朋友？哎呀，师傅唔得，我个行规唔可以咁，因为我已经有个伙计或者我同事接咗你咯，虽然系你亲戚，我都唔可以帮你做啊。咁嗱，呢、这个就系行嗰、那个行头嘅行规，嗰、那个就系嗰个行头嘅价值观，你就系要跟嗰个价值观去做事啊。咁如果你话我觉得同我自己个价值观或者同我个戒律有违背，咁你咪唔好做个行咯。你就要离开嗰行咯，你就系唯有要咁做咯，系咪啊？咁你话如果佢与操守相关嘅嘢，咁如果同操守有关嘅话，根本就系喺个依一个即个律咧，系咪个戒律度有关系啦？嗰即系唔啱啦，系咪啊？操守啊嘛，操守即系咩嘢？即系规矩，即系行规啊嘛，系咪啊？啱唔啱啊？操守啊嘛，咩叫操守 ？Ethics 啊嘛。咁你 ethics 就话，即系话应该系咁做，你唔做啦，咁即系违背咗操守，咁即系唔啱啦，咁即系话根本就唔啱啦。咁你有咩问题啊？与冇与我无关，但又与操守相关嘅，都好好咩喎？佢都好与我无关，但与操守相关。点解又会无关咧？又同佢操守相关，又会同佢影响亲友故事啫？嗱，有时问问题咧，真系太含糊啦。又含意深远啦，我都唔系好明。虽然师傅经常教导别人嘅事，真系别人嘅事系唔关你事。就算话俾你听，有时真系影响到自己家人，影响到自己师长，呢、这个都一切都系咩啊？缘嚟嘅，真系一切都系缘啊！点解偏偏同你冇关，而同你个家人或者同你师长影响到你咧？影响到佢哋，影响唔到你咧？咁？冇嘢嘅缘啫嘛，咁点解偏偏我出家你唔出家啫？系咪啊？我好，我谂你哋好多个人都想出家噶，啊，点解你唔出家？出你又唔出家，或者你又出唔到家，你又唔想出家啊？咁即系点解会咁啫？缘啫嘛。如果你有咁嘅缘嘅话，我成日都话缘咧耐咗，你就赶佢唔走嘅，除非佢自己要走嘅啫，个缘尽佢就会走嘅。缘冇嘅话咧，你想佢嚟咧，佢未必会嚟嘅，因为根本条件不符合，条件都唔具足，点会有缘咧？明嘛？条件就系缘，缘就系条件嘛，系咪啊？咁所以就话嗱，如果呢个操守相关嘅嘢影响自己亲友同师长，你都以为有点样啊？接受啊，系咪啊？如果你喺你能力范围入边可以做得到嘅。就应该要做，就应该要改，应该要劝，但系劝不过几多次啊？三次，系啦，劝不过三次。点解啊？第四次系边个嘅问题啊？系啊，点解啊？执着啊，吓、啊，你自己收集唔足够，出咗情绪，知道自己收集唔足够，出咗情绪，俾心机啲咯，勤力啲咯。勤力啲收咯，勤力啲改咯，系啊？请问师傅可唔可以有咗恒常功？恒常功课就系时时觉知念知在当下，几好啦！嗬，觉知念知在当下。假如往生之时得了老人痴呆病，是否还有觉知？呢个好问题嚟噶。但系你唔好谂住 Alzheimer 嘅人咧，就冇觉知。当佢唔系 Alzheimer 嗰阵时咧，佢有觉知嘅。佢唔系一日二十四小时都系老人痴呆嘅。你有冇留意过？老人痴呆嘅人唔系一日二十四小时都老人痴呆，佢有啲时候系清醒嘅。佢清醒嘅时候，佢知道嘅。吓、啊，所以你唔好以为，得了老人痴呆病，是否还有觉知？假如往生之时。咁啊，睇下佢真系佢个福德因缘系点啦，系咪啊？咁你话佢老人痴呆，咁佢究竟佢会唔会死得安详？你又唔可以话定夺佢老人痴呆一定唔会死得安详啊？你唔可以咁谂嘅，因为点解啊？我哋死唔系我哋死啊，即系唔系你哋死，我死啊！我哋往生嘅时候啊，我成日都话我唔敢讲你哋死啊，又惊你话我咒你哋啊，因为成日啲人话啊嘛，出家人讲嘢好灵嘅咁啊。咁咧嗱，即系我哋死啦吓，
恩信導師講過嘛，我哋死啊嘅時候有三個，有三個月除嘅，除乜嘢咧？第一個就除重，除重即係跟住我哋做嘅惡業啊，好重嘅惡業或者好重嘅善業。即係如果我除住我哋惡嘅業嘅就點啊？咪即刻受果報係地獄惡鬼畜生啊！如果受好大嘅善業嘅話，我哋即刻點啊？上天啦嚇！呢個係除業。第二個咧就叫除雜，雜咧即係雜氣，我哋習慣性嘅反應。咁乜嘢叫習慣性反應咧？嗱。中意成日中意好嘅嘢留喺自己身邊嗰個貪，中意希望嗰啲唔好嘅嘢，我唔中意嘅嘢，快啲走走走，嗰啲叫做親。成日都蒙蒙查查嗰啲叫做痴，無明嗰啲叫痴。即係貪親痴嘅時候點樣咧？你當你喺最尾嗰念嘅時候，如果呢個習一出現嘅話，呢個習慣性，譬如有個人喺你面前。你好唔中意佢，或者佢曾經以前對你做過一啲唔好嘅事，或者陷害過你嘅，你會點啊？見到佢嘅時候，你冇咗個覺知，冇咗個平穩心嘅時候，你突然間會見到，哇！仇人見面，分外眼明，即刻做唔一聲醒咗，然後做一聲斷咗氣。咁你點？你除咗個雜去啦，你除咗呢個雜。嬲死佢啊！我憎佢啊！佢嗰日記住曬喺嗰刻，你一個反應就係嬲佢、親佢、想追佢嚟打、想殺佢。呢、這個除你個雜氣嘅反應。而第三係除念，念就係你當下起一個念係乜嘢念？貪嗔痴慢疑啊！如是但一個念，你就隨住嗰個念去。所以點解就話我哋喺我哋點解要念念分明呢？念念相繼呢，就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最后这啖气几时会发生，在发生的时候我的念清不清醒，那个念是不是清静，而那个念是不是当下，而那个念是不是没有情绪，而对那个念在那段时候见到自己面前的景，我们有没有起一种习惯性的反应。这个除重呢，在这一刻我们已经改变不到过往我们做的重业了，是不是？无论恶和善，想它更善什么我们做不到，改不到，想它不要共恶什么我们已经改不到，过去那些我们改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改到将来的，至少在这一刻我们开始可以改到我们将来怎样，这个重都有机会可以将它自己改改去。但是这个习同埋呢個念咧，如果你唔喺個定度去修嘅話咧，你唔由個定入手嘅話，你根本就好難改。啊，有好多人咧嗱，念佛念佛，念完佛之後咧，行出街啊點樣啊？一見到個仔又話四仔包啊，你咩咩咩咁啊，已經又嚟啦。翻到屋企又話可能又話叫你洗啊，洗廁所又唔洗，你究竟想點啊？你咪殺死你啦咁，係咪啊？好多時都係咁，哇！喺佛堂就阿彌陀佛前、阿彌陀佛後喎，見到師兄前、阿彌陀佛，見到師兄後又阿彌陀佛，由朝到晚都阿彌陀佛，點翻到屋企咧就唔係掉翻轉大頭？咁你話你個習慣嚟噶嘛？呢、這個就係習慣啦。萬一你當一下嗰一下你一斷氣嘅話，呢、這個習慣抽出嚟，你想象一下啦，係點樣呢？所以我們不要看少那些Alzheimer's 那些老人痴呆那些痴呆症那些人，他們是不是真的有沒有覺知？告訴你聽啊，眼睛他看東西的本能是不會變的，他只是看東西的能力會變而已，聽得明白嗎？他可能看得清楚或者看得不清楚，但是他可以看东西的能力本身是不会变的，即等于我们的人本身是有佛性的，我们这个佛性是不会变的，永远都在这里。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佛呢？就因为我们贪嗔痴多得滞，就变了我们的佛性不能够表达得到，不能够用得上，
等于眼睛一样，等于耳朵一样。每一个人就算他断了气，我讲过的了，以前看看你记不记得，哪个根本是会 还有用的？肯定真的？是啊，他还可以听到的。啊，他耳朵的那个能力还是听到的。在那段时候，我和你都未死过，我和你现在都未是老人痴呆，我们不知道老人痴呆的时候他已经整个怎么样，整个色身坏了，但是他还有耳仔的听的能力，他耳仔听的能力的时候他听到的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可能真的听到完全是正常你想讲的那样东西。阿姆教授啊，你记住去光明地方啊！嗱，平时去老人之外嗰阵时候，你佢可能你同佢讲阿姆教授，你记住去光明地方，佢可能同你会觉得你叫佢洗手间。但系可能喺佢已经断咗气嘅时候，呢个嘢叫色身已经坏晒啦嘛。呢、這个老人之外系根本因为呢个色身嘅问题嚟噶嘛。但系耳朵佢嗰个本身嘅听嘢嘅能力系有噶嘛。佢听嘅会唔会听翻正常嘅嘢咧？我觉得系会嘅，即系等于我以前睇过好几本书系讲临终诶，唔系濒临死亡啊 ，near death experience 嗰啲啊 ，near death experience 嗰啲人啊，就算盲嘅人。在他那个濒临死亡的经验里面，他们看到的东西是彩色的。但是他盲的，我又记得那个是一出世已经是盲的了，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黑色，不知道什么叫蓝色，不知道什么叫红色。但是他濒临死亡之后，他回来这个世界，他讲出来，他说他在濒临死亡的时候的经验是有颜色的 colorful 的。咁即系表示喺嗰阵时候，佢系唔受控于呢个根门表面上嘅能力。哇，好似好深咁啊！但我觉得真系噶吓，所以你唔好嗱，你冇谂住老人痴呆咧，喺佢病床侧跟就猛喺度争家产。话俾你听吓，真系唔好啊，真系唔好吓。OK， 师傅想请教。静坐的时候如何离开五盖，敬请慈悲开示，法理上的善业与波罗蜜分别是什么？弟子想请教静坐时候如何离开五盖，你一定要有个觉知啊，个觉知心很强啊，同埋嗰个我哋叫做坚定啊 ，Adhana。在十波罗蜜入边其中一个波罗蜜叫 Adhana， 就系你点样可以赢呢五个大敌人呢？就系、是、真系要坚定，仲有咧信心都好紧要嘅。信心对边个有信心咧？对自己有信心，我可以过呢一关，我可以战胜呢个敌人。然后我相信我学紧嘅呢个方法系能够帮我去改变嘅。你这个五盖实在是可以一个成堂功课来的，可以成堂讲座来的，怎样去降服这个五盖，将来有机会慢慢讲。但是至少就是个坚定和个信心和个觉知。另外在法理上面，善业和波罗蜜分别是什么呢？波罗蜜叫 Parami， 善业叫做唔记得咗嗰个巴利文嘅名添。嗱，善业咧，即系话你喺身口意上边咧，吓做啲唔伤害嘅行为，但系呢个未去到波罗蜜，未去到波罗蜜，波罗蜜仲要发展一啲落去，因为波罗蜜系心法嚟嘅。布施波罗蜜是一个心法来的。为什么是一个心法？因为你的心要肯跟人家分享去舍你才会去布施嘛，是不是？
記唔記得個印度個女人啊？為咗要買啲油，而要寫咗佢自己嗰筆長頭髮啊！嚇，嗰把長頭髮啊，唰一聲攞把鉸剪剪咗佢嗰把長頭髮。印度女人剪咗把長頭髮好緊要，丟架噶，係嫁唔出嘅，係冇人要嘅，係俾人唾棄嘅，係俾人毀謗噶。但係佢又因為乜嘢？因為真係一個恭敬心，想去供養佛陀，攞一點油啫。而嗰個油嘅油鋪個老闆唔肯賣俾佢啊嘛，一個老布嘅油唔肯賣俾佢啊嘛，佢唯有點啊？寫自己嗰把頭髮，我哋做唔做得到啊？做唔做得到啊？因為呢個係社會上面嘅價值觀嚟嘅喎，係咪啊？喺印度社會嘅價值觀喎，對女人嗰個價值觀喎，啊呢個布施波羅蜜。好啦，咁仲有咧持戒波罗蜜，系咪啊？如果我哋喺大乘佛法嗰度有六波罗蜜，喺南传嘅佛法入边咧有十波罗蜜，啊，有少少唔同嘅，多咗几个啊！你哋噏都噏得出噶啦，六波罗蜜噏嚟听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系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好啦。忍辱是什么来的？是不是心法来的？当然是心法啦。你要打人，人家毁谤你的时候，你要去怎样？去澄清自己，你要去打人，你不打，你不去澄清，或者你不 去辨别，去辩论，你的心就，哦，他讲的东西，啊，他说你是一只猪，哦，哎，你好似只猪咁望下，唔系啊，我都唔系好肥啊，我点似只猪啫？佢讲紧嗰个唔系我，咁你好有智慧啊嘛，系咪啊？好有智慧去分辨自己系咪只猪啊嘛？人哋话你系只猪，你点解要系咁嬲啫？系咪？咁呢个唔系咁简单，善业不善业啦，啱唔啱啊？呢个心法嚟噶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想想精进禅定智慧，这些全部是心上面修行的东西的，啊，你善业只是身口意而已，啊，我们最基本的善业有几多个啊？十善业啊，是吗？好了好了，身有几多个啊？身有几多个啊？三是什么啊？不杀，不道，不淫，系啦。咁啊，口咧，不妄语，不耳语，不两舌，不恶口，系啦。仲有咧，意咧，贪嗔痴，咁系咯。哈，真系叻啦！讲啊意啊，嗬。但系你谂下，将个善业将佢开展出嚟，用心去做呢个善业。你自然就会收波罗蜜，是不是？当你怎样不去偷人的东西，而反而去怎样去布施的时候，去跟人分享的，那你就是收波罗蜜，是吧？ OK， 这个讲了。请问医生帮病人医病，病人的恶业会不会过给医生？梗系唔会啦，唔会。医生，我话俾你听，医生咧医病咧就一定唔会受到病人嘅恶业嘅，唔会分担嘅。但系如果医生咧，嗱，我又讲个故仔俾你听。喺佛陀嘅时代有一个阿罗汉，盲嘅阿罗汉。咁咧，咁佢點解會盲咧？咁佢有一日咧，佢就去頂禮佛陀。頂禮完佛陀咧，夜晚黑咧就喺個庭院嗰度就行來行去。咁咧有好多其他嘅比丘咧，就見到佢行來行咧，踩死咗好多蟻，踩死咗好多蟲，因為盲噶嘛，係咪？咁啊，第二日咧，啲比丘咧就去佛陀前邊咧就告狀啊！佛陀。那个盲比丘啊，琴日咧就喺下喺嗰度咧行来行去，踩死咗好多虫蚁啊咁。佛陀问：你有冇睇住佢好用心咁去踩死啲虫蚁？佢特登去踩死啲虫蚁。
冇可能啊。佢話咁係咯，佢唔係特登噶嘛，佢唔係特登嘅時候，佢根本就唔會受呢個業報。點解咧？實在佛陀喺佛教嚟講，所有嘅報啊，所有個 consequences 啊，啊結果啊，係最重要嘅係就有個心都出嚟，個 intention。咁醫生係個 intention 一定係為醫人啦，但係呢個盲嘅阿羅漢就唔係喎。佢話咁啊，嗰啲比丘問呢、這個問佛陀，咁點解佢會盲啊？佢話點解佢會盲？因為佢一生咧。这个比丘呢有一生呢是一个眼科医生来的。这个眼科医生呢就贪小便宜。那有个女人呢就来找他看病。那他就说啊好啦、那个女人就说嗱、啊、医生你医好我这个眼疾呢我呢来跟你做工人。不但止我带埋我个女来跟你做工人。那你知道、啊、印度的时代呢是有奴隶的嘛就是第五个阶层。这个医生就说好啊好啊哇怎么啊买一送一啊几好啊那么你医生呢特登开一些药呢特登就眼睛就不好的啊不是等你眼睛好的怎知这个女人呢就想哎呀我的眼睛好了我就要去帮她打工带埋个女儿去帮她打工不得我回去再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我的眼睛都没好、哦、那你说 你做医生的你开药你知道他究竟好得多少嘛对不对那他就说他的心想医生说岂有此理明明我开的药你是会医好你的眼睛的你现在就说我不医好你你真的分明就不想过来帮我打工好我就整盲你他就开第二次药这个女人就盲了他就是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医生的恶业是一定不会过继到、啊、病人的恶业一定不会过到给医生的、啊、所以我们实医生的个善业又会不会过给、病人、啊、他自己要受的他自己会受这个报的他的善业医得医好要尽心尽力医这个病人这个病人能够好的就好不好的就不好的。实际上我经常都说将来我们十一月是不是有个 约会、啊、生死教育是不是实际上我先说、啊、实在呢真真正正的死亡的原因呢不是中风不是糖尿病不是癌症真真正正死亡的原因是业的 Karma如果他没有这个业的话他根本不会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病是这样死法的。为什么你会发觉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同一个种病差不多这样的年纪差不多这样发差不多这样的药为什么有些人会好回晒为什么有些人 会死为什么有些人或者 会迟些死有些人会早些死不是业是什么啦不是业你怎么解释啊业是什么因果而已。是不是所以这个因果是过不到别人的。有些师父呢不赞成医生在禅修中心做义诊认为恶业要自己打坐来消业你觉得如何哇我十分否定这件事。我赞成医生在禅修中心做义诊任何的义诊我都赞成无论在禅修中心又好 在教堂又好在老人中心都好。恶业是要自己消但是医生可以尽力帮他们调整身体但是业真的要消的所以我师父经常都说病呢三分二生可以医得好呢七分要靠自己七分要靠自己三分靠医生哇阴公那些医生听完我讲这句说话觉得个心好噏啊原来我不是 Superman 啊原来个病人才是 Superman 实在如果我们真的真真正正去想去看的话很多东西都是真的要靠自己去消去自己去受当你受当你消的时候你自然无论是怎样你就安心了无论 你究竟要死不死根本都不关医生事的很多时候
就算啊，你碰到个唔系咁好嘅医生，我哋所谓黄绿医生啊，都会医好你嘅，你唔使死就唔使死嘅啦。真系人哋成日都话行病医生医病尾啊嘛，点解会有个行病行运医生呢？就系、是、因为点解你个业开始转啊嘛，啊，所以我唔知解唔解释得到。我觉得咧就系、是、义诊嘅话系你自己嘅付出，唔系病人嘅问题。所以我哋唔使睇病人究竟医唔医得好，病人究竟有咩业。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布施我自己时间去做义诊嘅话，我哋就应该要去做。OK。好，最后这个问题，他说哎呀，上午打坐的时候用金刚座，用圆剪加脚剪加垫高，勉强坐了15分钟在这15分钟内有微震慢慢地加强，顺时钟摆动，哇，感觉右边腰至右边骨筋健痛，足足15分钟，哇！佢真系啲时间真系好准确啊！究竟有冇错噶？呢、这个又成日睇住个表啊！开始由强转弱，咩叫强？咩叫弱？一度至停止，双膝关节开始麻痛，转坐再延展休息咗，以不理会，不作批判，继续专注呼吸。请问师傅，这个情况是不是自我调整体内松弛僵硬肌腱的不平衡？哇，总之一句讲完，就是身体根本 有一些地方是不舒服，而勉强要自己坐蒲团，而不能够接受或者不希望坐蒲团的时候那些痛是帮自己调整这个身体，等自己身体慢慢会自己舒缓，慢慢会自己会变得更健康。这个是打坐很容易出的问题，以为痛呢我就消业了，以为痛呢我就怎样，是某一个时候，是某一个时候真的 有时是疼痛啊，或者那些东西真的某一个时候是真的消业的时候，但是你未有这样的智慧去明白哪个时候消业哪个时候不是消业的话，我告诉你不要勉强去搞这件事。我们在这里是要怎样，是学调个心啊，学留意个心，学明白个心，学转化个心，不是要去做个功夫 fighter 不是要去做个少林武僧，如如不动15分钟知道他震，那又如何呢？或者你坐到够15个钟头，那又怎样呢？因为为什么？你的心已经不是在这里留意到个生灭变化，你不是在这里很安稳很平静很如如不动这样，只是留意那样东西，而不对起任何一种执。你说不批判，你不批判怎会说是不是自我调整体内松弛僵硬肌腱的平衡呢？你根本已经是带了一个心去出，在那段时候已经出现一个心，哎呀，他帮我搞紧我啊，可能之后呢我这个什么肌腱就已经松弛的了，就会好的了，这样你明白吗？所以看清楚自己，写这班字的人呢，看清楚自己究竟那个起心动念在哪里、啊、慢慢加强顺时针摆动，15分钟，我告诉你，我都不可以跟人说我坐了15分钟、30分钟 sharp 啊，是不是足足15分钟？怎么足足不足足呢？可能是不是，我们打坐不是搞这些事咯，我们打坐是透过理解这些疼痛，透过理解这些麻，明白我们这个身体的地水火风怎么变化，明白我们的心识对这个地水火风的变化会生出来的另外一种的心识。这个是我们打坐的 最重要的原因，而不对这个心识起任何另外一种新的心识变化，心识反应。
这个实在是打了最终的目的。如果不是的话，就去学那些普普通通那些出面的 secular meditation 就好了，早上坐15分钟，晚上坐15分钟，不要来学这些，这些 太难受了，这么辛苦，是不是？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哈，哎，你们有没有听过七千人计划？有。哎，七千人计划，等等，我今天拎下来的。七千人计划呢，就是因为宝林呢今年呢就没什么大的筹款活动。实际上这个七千人计划呢，我十年前已经生起了这个念。这个念十年前生起呢，就是刚刚 买地的时候生起的。啊，那时候想没有钱买地，找几个人夹埋就得啦，咁后屘借到钱啦，后屘起呢咁重建啦，咁嗰阵时咧就要700,000啫，700,000加币。咁我嗰阵时就谂啊，如果有700个人，一人捐10,000加币咧，我700万就好容易揾啦，或者7,000个人一人捐1,000蚊，就好容易，即系好容易筹到700万加币就起好宝林啦，系咪？嗰阵时就咁谂，咁咧嗰阵时有讲过俾几个朋友听。几个朋友呢，有几个朋友就即刻捐了10,000加币。咁啊，好奇怪，又唔知点解不了了之嘅呢个计划，即系呢个念头不了了之。今年去南昌嘅时候咧，就喺南昌讲生死教育，我同大家讲过啦。咁啊，讲生死教育嗰阵时候，佢哋话啊，师傅，原来你唔系住喺中国噶咁啊。我梗系唔系住喺中国，你听我啲国语咁烂，你都知道我唔系中国噶。咁佢话：诶，你住喺边度啊？我话住喺加拿大。哎呀，你间庙点噶？咁啊，咁我咪影啲即系放啲相片俾佢睇。我而家起紧啊，起紧啊，师傅，你哋点筹钱啊？咁啊，咁我话：诶，我有个7,000人善念计划啊，咁就咁走出嚟嘅7,000人善念计划，即系700人变咗7,000人。咁啊吓咩嚟噶？咁我7,000人善念计划，我就系希望即系。我希望 我自己不够福、啊、我希望我能够至少同到7,000个人呢，能够结到善缘，他们能够生起个善念，做一些善行，咁咧就捐10,000港纸或者10,000人民币咧，就支持宝林嘅重建咁。咁我如果7,000人咧，就有成点啊？一人10,000就有7,000万港币啦嘛，咁有1,000几万加币啦嘛，咁啊够起加埋咧入边内部装修，同埋加埋以后有少少嘅经费，咁我就讲完就算啦，讲完就离开啦。离开嗰日咧，点知咧就有几个学生咧就即刻已经捐咗钱，捐咗10,000人民币入去我一个徒弟嘅户口嗰度，就话俾我听系7,000人计划嘅咁。咁系呢个7,000人个计划系个名咧，就系佢哋讲嘅，实在系我口中，但系佢哋落实咗。咁我就觉得，诶，今年宝林冇呢个大型嘅筹款活动，不如做呢个7,000人计划啦。咁所以就将佢落实咗。咁所以如果你哋有啲人听到咧，就觉得，咦，系咪真噶？系真嘅。啊，单张都印咗出嚟啦。咁咧就你哋可以一个人又得，10个人又得。20个人都得，即系视乎自己啦。中意你剪，中意剪条辫又得，中意你成大钵又得，冇问题。实在最紧要就系点样呢，真系众志成城。我师父成日都讲啦，大家众志成城，因为点解啊？今日我福够，大家撑起紧呢间庙。我后来我冇晒福啦，就呢班有福嘅就撑起间庙。哦，呢班冇福啦，就呢班有福又撑起间庙，就系咁样。大家的福呢就互相交替互相交替，这间寺庙才怎样可以流芳百世。所以师父教导跟我说过，他说千祈不要被一个人爆起间庙，就是千祈不要被一个人爆起一间庙。我说师父为什么？尤其是那些要刻个名在条柱那些刻个名在条柱那些，我说佢啲福冇咗咧，佢哋福尽咧，嗰条猪就冧咧，间庙就冧咧，听得明白吗？真系福尽咧，就间庙冧，嗰条柱断，间庙就冧。我哋个个人都福，我哋唔知道我哋会唔会一路享福，一路积福噶嘛？我哋有时会点啊？未先使未来钱啊，成日使晒啲福去，
係咪？我哋唔知道我哋積福嘅速度同洗福嘅速度係咪一樣，或者甚至冇超過。咁所以話大家點啊？互補不足啊！咁所以咧啊，你哋唔好以為呢個係謠言嚟嘅，呢個係真嘅。咁我咧就攞咗啲單張落嚟。如果你哋邊位有興趣咧，或者你有啲朋友有興趣咧，你哋可以喺出邊，我擺咗啲單張喺出邊。咁就係、是、我哋仲有個7000人工德榜喺寶林個網頁咧，會有寫上去嘅。咁你可能想捐錢，但你又唔想將自己嘅名擠上去，可能想即係回向俾你爸爸媽媽或者乜嘢都可以嘅。總之你捐錢嗰個人一名，你寫清楚上功德榜嘅個名係得，咁我哋就會擠上去啦。咁我香港有一個做喪事殯儀館嘅嗰啲員工都一人20蚊、100蚊都係咁捐落嚟啊。咁我覺得是一個善緣，就是善緣。所以越結得多緣的時候怎樣啊？間廟就越快脆起好。所以現在起到 A 座的地基了， D 座呢起二樓了，那個 C 座呢就來開始那個職呢就來開始批出來了。那希望冬天落雪之前呢做好 C 座的地基，因為 C 座的工程很複雜同埋大啊 ，OK， 嚇嚇，好，咁咧就下次見大家之前啊，希望大家善用其心嚇，善用其心，因為點解咧？呢個心咧要靠我哋滋養，呢個心咧要靠正法去滋養自己，正法。是要你用一个正见和正思维去思考和去看，要去修。如果你用一个邪见邪思维，你是修紧邪法，那你的心就是邪心。我们难得生为人，我们一定要学习去修一个正见和正思维，走在正道上。恭祝大家未来这个月能够善用其心，让自己的心安住在一个正法的道上，因为如果你能够安住在正法道上，你始终会有一天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祝大家吉祥自在，夜梦安乐。